本是释迦牟尼佛听令文殊智慧勇士，听令传承大恩上师，无上殊圣微妙法，悲前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尘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下面，嗯，讲这个，呃，前行里面呢，呃，就是讲因果不虚的时候。 嗯，因果不虚当中，就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业的自信。嗯，这这一段呢，就是也很重要。呃，我们很多人，呃，怎么说啊？这个修习佛法，嗯嗯，皈依佛教，呃，自己也是多年这个认为是教徒，啊，可是真正用。 呃，自己的智慧来观察内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连因果真见都没有。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呢，呃，就半信半疑。嗯，然后心智善法呢，没有动力。嗯，这也是使对这个因果不信的，呃，呃，这种这个见解所导致。嗯，所以，呃，我们呃，对这个。 呃，关于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平时呃去研究呃思维，呃，最后呢就是在相续当中嗯进行这个串戏嗯，啊，如果没有这样呢，呃，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啊，啊，确实是呃表面上嗯表面上办个规正，表面上呢就是一直以为上师，表面上呢。 啊，就是看看这个树，呃，表面上呢，呃，就受持一些这个戒律，但是从内心当中呢，呃，这个因果增减都不居住嗯，这是呃特别呃大的问题，嗯，这样呃，我想我们呃在座的这个各位啊，啊，就既然的是对这个佛教有这个信心，有了信心呢，千万不要沉溺在一种迷信的这个状态当中。 嗯，现在无论是藏的、汉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呃迷信的。嗯，佛教不是迷信的，就是佛教的教义是确实千真万确，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的这个教徒当中呢，有些是呃不懂这个真理，嗯，不懂真理，呃，有些呢，呃，就根本就是没有去这个思维，嗯，这样一来呢。 你的这个间接呢，就是，呃，带有这个血尖的成分；你的这个心形呢，就是带有这个迷信的这个成分。那么这种呃这个形态呢，遇到一些呃就是不良的环境，或者说是呃遇到一些不好的这个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啊，会变色的。嗯。 就就像一个我们卖的这个产品呢，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呃呃，在这个雨水下就是脱色，呃，或者说是呃，你时间就是呃，就用久了以后呢，就是变变这个变质啊，就变质，就就那样的。我们这个教徒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佛教的教义啊，真正从内心当中就是感受到。 就这一点，我也呃三番五次的给大家强调过。嗯，自己也是多年这个修行积累的一种经验，呃，觉得呢，呃，从这个外表外表上，或者说一个形象上呢，呃，也起不到就是。 就是作用，但是如果你真正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教育，或者属于我们呃这个佛教里面的任何一个道理啊，从内心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根，就是他的教理呢，就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真正得到了真理。 比呃任何金钱和比任何呃这个财富都还这个珍贵，呃，这是呃作为一个人来讲，真正拥有这个真金的如意宝的话呢，那么就是呃对他来讲，就是身无分文也是呃就是觉得是很富裕的，那是很富裕的，呃，那么呃这方面呢，啊，我想我们也再三的这个强调啊，就如今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学习佛法。 思维佛法，还有呢，呃，在进行这个，呃，这个，呃，传习啊，就进行这个修行，你就进行修行。这样一来呢，呃，遇到什么样的这个违缘，或者说是一些障碍的话呢，你的心性智慧都根本不会就是退的。 啊，就不会退的。那么，啊，这种不退呢，就是是不是很有这个意义和价值呢？啊，确实有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心情和增减呢，啊，就是啊不符合实际整理的一种这个心态的话呢，那就是退了也没有什么的。 那我们实践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呃，这个学说和一些这个思想啊，有些思想的话呢，就是是一种颠倒的、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呢，呃，对这个人类的生活也好，或者精神来世的这个人们就是的这个快乐，那就是没有多大的这个关系。而佛教里面所强调的呃这些这个真理呃和这个思想啊。 啊，确实乃至生生世世，对任何一个众生都有呃不可估量的这个意义，呃啊，就是意义。所以呢，嗯，这个关于呃这个业因果啊啊，这个或者说是呃这个呃呃，就是呃我们这个后面还讲那个一至三之事啊等等，就是这些内容呢。 啊，我是认为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就每一个人来讲是千万不不能忽略它，不能这个轻视它。如果你去轻视了，再寻找另一个法呢？ 呃，当然是，呃，极个别的，可能一个人来讲呢，呃，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我们像我这样的，或者说，是像你们个别人那样的普通人的话呢，确实是，呃，就是，呃，就色气根本而这个寻找职业一般，呃，没有这个多大的这个意义。呃，当然，我本人来讲呢，对这个高深莫测的，像那个大圆满呐，大手印呢，这些这个境界呢，确实很有这个信心的。 啊，就自己以前也是依靠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这种慈悲摄手的话呢，也是呃，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也好啊，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都接触过这方面的这个教言，一直呢就是在心里面也是把它当做如意宝那样来，有时间呢就是一直在这个修持，啊，就这个是呃。 就我也呃就呃不得不这个承认，就是确实呃这个高发就是很重要而不是说是我们永远都是停留在一个呃一般的一种啊这个加息呢，或者说是先总的一些这个教研当中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呃要得到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前提。 呃，基本的有些，呃，这个因果观念呐，还有这个文史的基础呢，就是一定要打好啊。就这一点呢，啊，大家一定要啊，这个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也继续讲这个，嗯，一切都是业的自性。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快乐也好，痛苦也好，呃，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的话呢，既跟这个前世和今世的业力啊。 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佛教呢，也并不是认为是所有的事全部是以前世这个命中注定的一种这个业来就是支配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这个前世的业的这个主因和还有这个精神当中的一些这个行为和包括他的这个发现和一些呃这个因缘呢，就是也会就是。 成为这个祝愿啊，这是我们在具士论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因缘的时候啊，啊，就这方面啊，我想嗯，很多道友都是应该记得清楚。那么今天就是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要知道是呃，这个今生当中发生的很多对这个前世的业有关系，上至忧冥以下啊，下至呢就是无间地狱这个底层的一切有情呢。 各自都感受不可思议的千差万别的痛苦和快乐。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包括人类而言的话呢，一家人的可能兄弟姐妹之间呢，有些是特别快乐，有些是非常痛苦，有些是一般般的，就是过得就是平平淡淡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眼前的旁身也好，或者我们看不见的地狱恶鬼的众生、天界的这个众生呢，每一个众生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就千千万万的，就千差万别的，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是。 其实呢，都是是来源于各自王昔所积累的恶业，或者说是三业呢，就是有不可这个分割的关系。 啊，就这一点，呃，就一定要啊，就是要这个明白啊，就知道是我们的精神当中的这个快乐。有些为什么是无情当中有吃的，有穿的，有才华，有这个嗯什么什么样的这种这个美德，都是洋洋这个情气圈呢？有些人的话呢，从小一直是呃就是呃努力奋斗，可是呢啊，就是到头来的时候是一无所得。 啊，就是全部都是是痛苦，就除了痛苦以外，就是得不到的。那这是为什么？同样是人，同样是在一个呃这个人群当中，就是这个出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是每个人的这种因缘不同呢？这就是使我们的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佛陀在这个白衣经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众生住苦了，佛所有业生。我们的这个苦和乐呢，呃，就是呃。 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啊，以无二智慧来决定，就是说是这是众生前世的业来这个呃造作的，就是业当中呢，就是这出现的。诸业业种种，造种种众生，漂泊于轮回，业王极广大。那么啊，这些业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啊。 我看我们每个众生呢，就是塑造的这个业啊，都完全是不相同的。有些是以贪心、嗔心、痴心、嫉妒、骄、骄，就是以各种这个烦恼的这种这个趋势下呢，就是开始天天的是造作；有些呢，哎，就是以信心、背心、智慧处理，呃，等等，就是以善心、善心来这个做的。 呃，有些人呢，一会儿做三性，一会儿做恶性，就是有各种这个交交替，或者说是呃，这个化业啊，就是也是造这样的这个业，所以众生造的这个业呢，就是是种种的。如果是业是种种的话，那业当中所产生的这个众生的苦乐也是这样的，这样带来的话呢，那么众生也是种种的啊。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呢，就每一个人都是各种各样的啊，有些这个。 真的是很快乐的，从小都是是，呃，我见过吧，就是像那个，呃，下高把出这张桌一样的，就是他的一生当中修行根本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很顺利的，很快乐的，而且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也极为广大的。而有些有些呢，啊，就是在先线上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受过很多的苦。有些人呢，真是从小到这个现在，就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情绪情绪也不好。 啊，我们不做别的，就是在我们现在听课的这个群体的一些出家人和在家人当中啊，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啊，有些人是很痛苦的，每天都是就是触迷困怜的。怎么办呢？身体也不好、啊，嗯，腿也痛，心脏也痛，一样的很。 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会会会出现啊，就真的有些人就什么什么痛苦都有啊，吃一吃的不好，穿一穿的不好，这个气色也不好，就是心里也，甚至走路的时候也是这个什么那个路上也是经常这个呃就就呃就摔倒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就认为是好像石头也欺负你这个呃就就各种有些人呢就是。 就一切都是很很顺利的，很快乐的，呃，这就是是这个业，因为这样的话呢，有快乐的众生，有痛苦的众生有一般般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些都是是前世的业，所以我们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呢，确实是这个业啊，业的网是极为广大的。 我们实际上认为是，好像现在的这个什么，呃，这个微信呐、啊，这个互联网啊，就是这些人认为是这个偏于全球有很广大，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它它是在只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它的这种七彩的地方呢，就是它它可以这个辐射得到，而呃所有的这个大海里面虚空当中，包括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界呢，就不可能就是变的，所以这个业王呢，就是极其这个广大，我记得。 好像在那个《正法年初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化无量业王诸行之种子，呃，什么化无量业王诸行之种子，呃，行举呃业难止，呃，唯除诸如来啊，就是呃，意思说是行举业难止，唯除诸如来，呃，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化无量的这个业王呢，就其实是性。 这个信的这个种子而这个造成的，就这个业呢，就是我们众生不不同的这个心呢，就是是造成的。那么行这个季节呢，就是业，业呢就是就出现这整个呃这个千姿百态的这个世界，包罗万象的这这整个这个有其呢，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造作出来。但造作出来的很细微的这种因缘呢，我们这个凡夫人呢不能了知的，甚至声闻阿罗汉。 菩萨也只是不能完全就是彻底，呃，就是明智。唯一的断除一切，呃，这个种子啊，断除一切烦恼、习气，呃，习气这样的佛陀呢，啊，就是呃，明敏了之啊，就明敏了之。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时候啊，啊，就不得不想啊，确实是这个业的旺呢，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广大的啊。但这一点呢，就是唯有的这个。 啊，佛陀呢，就是才知道是众生的业是怎么样这个形成的，而我们凡夫人呢，就是绝对是不会知道的。因此，在移民过的这个深生的问题上面呢，我希望呢，我们几个别人呢，就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这个断，呃，这个呃断言，就是下结论了。 啊，就这样是特别一种这个愚痴的这个行为啊！啊，你认为啊，这个造二业就是没有什么过吧？造三业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快乐。那这种说法的话呢，啊，这是你自己的分别连自己的这个如眼没有见到，而这样啊，这个是呃呃呃断言呢，就是其实是一种这个呃诽谤啊，就是一种诽谤，也是一种愚痴之心。 有些人尽管现在是权力在握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地位显赫，拥有许多殊荣。但是当死期到来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随他而去。呃，虽然有些有钱有财，有什么样样都是有的啊，有车啊，有房子啊，有呃这个呃什么这个钱财，就是什么都有。可是呢，人生几十年就是。 过了，过了以后，当你离开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这种财富，一切的呃一切呢，就是都不能跟着你去的。只有自己，呃呃，此生当中所积累的善业或者是恶业呢，紧紧的跟随着你，将自己引入轮回当中的三趣或者是恶趣之中去的啊。就是你如果以前就是造的这个业，呃，三业的话呢，就是随着你。 也就唯一的，就跟着你，就是你去前往这个快乐的地方，而你以前没有造的这个三业，就是今造恶业的话呢，那就只有堕入地狱、饿鬼、旁生当中去的。所以佛陀在这个教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国王去入四王世，孰用亲有不水神，师佛无论至何主，夜入深隐金水河。 啊，当时他对那个国王的一种这个交接啊，他说：“国王，当你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殊勇再多啊，这个亲朋好友、眷属啊。” 啊，再怎么样的话呢，就是都不可能，就是逝神哪怕是带一个人一个大臣的话呢，也没办法啊。就呃，国家的这个总统也好，联合国秘书长也好，任何一个人，当你离开的时候呢，啊，有多少人可以陪着他，就没办法的。甚至连自己辛辛苦苦爱护的这个身体啊。 啊，也是这个人在世间，而自己呢，就是随着这个业力的这种这个呃趋势而前往这个中阴长岛啊，就中阴长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啊，就是你的这个业啊，你以前所造的这个业呢，就像是我们人做的时候，有时候虽然看不见，但是你的声音呢，一直是无理无何的，就跟随着你一样的，呃，就紧紧的，就是跟着你的这个后面呢，啊，就这一点啊，这个。 呃，佛经当中也是这个讲的，呃，也是这个佛经里面说啊，什么这个七亲眷，七什么亲亲卷界分离我也不相识。 啊，就是情有和眷属呢，就是都会会有离开的。你看的，唯有的这个义啊啊，就是不会呃舍弃的，不会舍弃的。呃，三恶未来是一切是水主，呃，三恶未来是呃，三恶未来是一切呃呃是水主，呃，就是善和恶的话，呢，在你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呢，一直是跟随你的，一直是呢就是跟呃就是跟跟着你的。 啊，就是追逐你的，啊就不会就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呢，呃，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呃，你这个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呢，全部是吃蟹见的人。 而你自己呢，就是没有一个肚肚里的这种挣钱，以环境和你的亲朋好友，包括你的这个家庭受影响呢。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这个吃邪见的人啊，就吃邪见的人。偶尔有这个呃前世的因缘和佛陀的这个加倍啊，各方面的因缘具足。虽然你相续当中就像闪电般的一些这个呃这种这个信心和智慧，可是呢，很容易被这个呃这个身。 变的一些限制，邪见，呢，限制邪见的这种黑语呢，就是会蒙蔽你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经常也应该，呃，就是以政治正见来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否则的话呢，啊，你不要认为是啊、哦，从小都是我不信这一条，呃呃，后来呢，你真的是，呃，就是随着这个歪歪人的这种影响下呢，你也是跟着他们而去入这个恶趣的话呢，就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此我们。 一定要就是，呃，就想到就是这些教证的这个深深意义。尽管现在所造的善业、恶业不会当下立即显现果报，但任何时候多毫厘不爽。一旦因缘聚合的时候，必将自食其果。果报因啊，就是甘肃果报啊，甘属报因。呃，所以有些业呢，就是你不可能是好像那个，呃，就是。 呃，就像是这个身体上，就是用刀子来，就是割一下，就马上出现血一样的啊。就你今天就是塑造的这个善业或者是恶业呢，当当下就马上这个，呃，就呈现这个过报，就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以前也是在再三的用过这个农民种庄稼的这个比喻啊，啊农民种庄稼的话呢，我们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这个征收的。我们这个学生读书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毕业以后呢，就是你以前就是所读的这些书的结果呢，就是慢慢慢慢会出现，慢慢呢就是你考上这个呃这个考上了这个公务员，考上了老师、医生呢，最后呢你知道是啊、哦，我原来读书是其实是其实呃对我个人来讲，对人们来讲是还是。 有用的，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呢，人和因果关系是并不是是同一个时间存在的。同一个时间存在的话呢，按宗观和因明的观察是因果同时的关系，这也不可能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可以成熟的；有些人呢，就是下世可以成熟的；有些人呢，在下世可以成熟的；有些人呢，就是过了几百年、几万年、几千年以后才可以这个呃才可以这个呃成熟啊，就几千万年以后可以在在这个。 成熟，所以这些业业的这个深深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学习。如果没有学习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的这个环境和周围的这种，呃，这个朋友啊，就是太复杂了，就是太恶劣了。以这个因缘呢，很有可能我的这个真见的这种日光呢，就是被旁边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恶运呢，啊，就是会蒙蔽，会遮蔽，遮蔽以后呢，就是不能就是先见真相。 有这个可能，所以《白易经》当中也是“众生之主也，白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是七国定成数啊，就这个我们经常也是用过。众生的任何一个业的话呢，其实是它中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不可能是好尽的啊。即使过了一百个劫的话呢，你原来塑造的善业和恶业，呢，就是不会这个毁灭的。一旦因缘这个聚合的时候啊，就是一旦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国宝啊。 啊，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成熟的啊，就一定会是成熟的。以前我翻译《白衣经》的时候呢，藏文当中当时没有这个发现这个宋词啊，但是很多这个经典里面也是英用的。可能《白衣经》呢也有不同的这个版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呃，这个《皮拉耶扎斯》啊，就《皮拉耶扎斯》里面呢也有，就是我看到那个韩文当中的呃这个内容是一样的，这个译法好像有点不同。韩文里面呢说是啊什么那个呃嘉陵净白结束。 所作业不亡啊，就假设说是这个一拜界的那种所作的业呢不亡。因缘聚呃，因缘啊、呃、什么？因缘会语是啊，就因缘会语是过报害自害自数啊，就是呃过报害自数呃，所以跟这个内容啊，就是应该是一样的，就只不过是文字上呢，就是是是不同的呃，就文字的这个译法呢，就是啊是不同而已，因此。 我们要想到啊，就是对这个道理啊啊，就是呃，真的要做任何善意和恶意呢，啊，就根本不会中间就是呃，会耗尽的。 就这一点，我们消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有这种这个证件。因为消的时候的有证件的原因呢，就是现在也是对方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啊，就这也是可能自己这个生来的一种具身的呃这个证件吧。但是我身边的人，或者说是我接触的，就是呃个别的一些呃人呐，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一些藏族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这种这个呃因果呃因果。 啊，就是好理不爽的道理的话呢，有些时也产生一些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呢，啊，是这个肺里的这种这个由于。 非礼的忧郁，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就是所以呢，他还是呃，就是产生一种这个忧郁，呃，就像一个啊不懂那个庄稼的人呢，就是他认为是啊，这个种子呃种下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会不会产生这个果啊？啊，就会不会产生种子呢？到底有没有能力就是产生它的这个果啊？就是有这种这个怀疑。当然，作为一个农民的话呢，你知道是这个种子没有，如果说到就是被火烧坏啊，或者是被水淹没等等，就是这种危险。 的话呢，那这个呃，这个良好的这个种子呢，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它的果报是成熟是，这是对这个对 东东的龙根的这个人来讲是这个不会有不会有这个坏眼，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也这个要求啊，如今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年轻人的话呢，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学习就是佛教方面的这些特别重要的、深深的一些真理。当然，有些年轻人呢，他们认为是啊，什么这个文法啊、写作啊，还有一些视学啊、唱歌啊、跳舞啊，就这些都很重要，就是他们把这个自己的目光和专业呢，就是放在这些。 嗯，就一般的一些血族方面的，当然这样也是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广义上讲呢，就是我们要获得富国的话，那血的这个无名生命全部要这个精通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了解呢，人生是很短暂的哦。 人生确实很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你要这个掌握许许多多的一些科技知识啊，许呃，懂得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的这个知识的话，不一定有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呢啊。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对自己的生死了脱，尤其是呢，乃至这个生生死死啊，对自己真正有利的这种发要呢，就是一定要求的。如果没有求到的，当你临死的时候呢，确实是，呃，这个。 呃，很遗憾的啊，很遗憾的。前一段时间，我们附近的一个县城的一个领导啊，啊，就是他说是，呃，好几年前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跟这个学院这边就是有很殊胜的这个姻缘，然后一直呢就是学习学习佛法啊，就学习佛法啊，然后呢，啊，我看他的呃见解啊，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呃，然后他非要就是见我，就是有些佛法方面的道理，就是问一下。 我也安排了这个事件，后来呢，呃，他。 刚开始来到这个呃学员呢，路过这个呃这个学院的校门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升起了对这个法网和对这个佛法呢升起了一种特别强烈的这个信心。当天晚上呢，就是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呢就是他，因为以前的有些人是经常就是就说一些妄语，但我看这个人就是很老实的，可能不会不是妄语的。然后他做的什么梦呢？说是这个晚上这个遇到了这个上呃就是上司，上司给他说。 你现在就是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上师和佛法的话呢，为什么不好好学？以后你想学也是佛法不一定有啊，就是就这么一句话啊。但后来呢，啊，真正是思维它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对自己的人生呢，啊，就是人生的这种方向呢，就是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呃，当时是这样讲的。呃，我想呢，呃，我们每一个人呢。 啊，也许是对自己的这种学佛的因缘呢，就是都有不同的一些途径啊，不同的一些途径。但总的来讲呢，我也经常这样想啊，我们现在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因缘。想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了这个佛法啊，就佛教也有了。然后呢，啊，就基本上是遇到了一些这个看到的这个善知识，这种因缘呢。 远远就是超过我们世界上啊的这个各种这个因缘呢。现在很多人说是啊，我遇到了很好的一些什么世件的这个做生意的啊，或者只是遇到了一些好的同事啊、好的部门啊，好的单位啊，很多人都就特别苛求。可是呢，我觉得从长远看，乃至甚至事实来看的话呢，学佛就确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今生当中呢，就是对呃这个。 造三业，呃，起恶业方面就是没有，呃，起到一个良好的开端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个佛法。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话呢，永远沉溺在这个苦海当中是愿意吗？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众生就是恐怕是不愿意的。但不愿意也没办法，就是业力的这个旺啊，确实是很大的。那就所以说呢，啊，我们有些人呢，啊，就真的是最后的话呢，呃，就是自己啊，就是像那个，呃 避开这种这个业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啊！就是你业力这个，当你这个真正这个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啊，恐怕是呃，这个想避开它。 当他的过报这个成熟的时候呢，啊，确实也没有办法。即使佛陀来到你的面前的话呢，有些这个定义啊，就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呃，也是可能《皮奈也经》里面吧，就是我记得有个呃教证呢，就是说是啊，这个不思议也，你随缘呃必向前，啊，就是不思议也，你随缘啊必向前。国宝成熟是呃，国宝成熟是求比重难脱。 啊，过保过保成熟是丘比重难脱，呃，就意思是说呢，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业力啊，啊，就是你虽然呢就是想远离它，但是呢就是没办法的啊，就是你以前造了这个业的话呢，你虽然就是不想干出这种过保，可是呢没办法的，一旦意愿成熟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就是避开也没办法啊，就一定会是就是呃，是，就属于。 在自己的身上啊，就一定会成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的啊，就我怎么样，想跳脱也是跳脱不了。 啊，就一直在在这个他面前，就是没办法，就是避开的。这也是这可以做这个啊，这种这个前世的一种真正的这个因缘啊，就是这种这个因缘呢，就是我们呃要不得不这个承认啊，不得不承认。所以在这里也是这个呃，这悲光尊者啊，就是在他的工作章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高空飞向金翅鸟，虽然不见身啊，就是虽然不见身影现。 然然于气、声、物理和因缘聚合定显前啊，这个教义呢，就是下面做了一个介绍。例如啊，当金翅鸟就是展翅这个翱翔在空空高高的这个虚空当中的时候，它的身影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啊。就是那个时候特别高的时候呢，它那个身身身身影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没有出现。呃，但是呢，并不是是没有身影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它的身影没有呢？就是。 不是的，这个比喻是很好的。最后呢，无论如何，它降落在哪里呢？那么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身影呢，就是也是黑黑乎乎的这个身影呢，就会当下呢，就是会出现在哪里。同样的，塑造的善业或者是恶业，国宝呢，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马上竖报，但是最后啊，不能不讲，呃，降临于自己的头上。 啊，就是这个国宝呢，就是暂时，比如说你今天呢，就是杀一个众生，那么杀一个众生的话呢。 你当下就是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啊，就今天呢，你就害一个人了。就是当下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感觉的。但是总的来讲呢，啊，就是当你这个呃飞机呢，就是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这个声音呢，就跟着就是出现了。这是我们我们也经常就是可以这个发现得到啊，呃，所以噪音呢，就是不一定你敢这样，马上感受痛苦，马上就是感受快乐，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觉得是，你做善事是就是。 总有一天，就是这个三十的过报，就肯定让你快乐的；做恶业的话呢，那么总有一天，就是让你肯定会这个痛苦的啊！就这是，呃，就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还有，我记得在那个应该《念珠经》里面讲的吧，《念珠经》里面呢，就是用的另一种比喻，它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啊，譬如呃呃，生生喜鸟随缘，舍则换。 啊，就水远色则换还有什么？野损系中生，其实亦如是。啊，就是野损系中生，其其实亦如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绳绳索啊，就是一个绳索呢，就是呃，就是呃。 呃，拴住一呃一只鸟啊，就是一只鸟。然后这只鸟呢，就是虽然远飞，就是但是远飞的话呢，因为一个长长的绳索把你拴住的话呢，你飞不了很高的地方，就是呃，就最后呢还是会落地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夜的这个绳索，就三叶和二叶的这个绳索呢，就是把众生呢，就是系得紧紧的啊，就是拴拴得这个紧紧的。然后呢，你也是。 就是逃不了很远的地方，就是一旦呢，呃，不管怎么样，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你在这个呃时间当中呢，就是会感受这个业果的啊，就会感受业果的，所以有些。 有些种生的话呢，就可能这个甘肃的异国的时间呢，啊，就是很很长以后呢，就是才能干受；有些呢，可能啊，就是马上会会这个干受的；有些呢，因为当时已经这个遇到了我刚才讲的，就像烧坏粽子一样的，可能呃，这个呃，就或者是就像呃什么。 呃，真道跟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开悟以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业啊，就是全部都这个坏了坏了，就是有些都是不用干说，有些呢稍微的就是干说啊，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啊会这个发生的啊就会发生的，所以呃，不仅是我们在当地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这个公案呢、啊。 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呃，这个啊什么那个有个经呢、啊，就是有个经叫做是那个《虚藏经》。《虚藏经》里面呢，就是专门有一个《治愈录》。啊，《治愈录》里面呢，就是讲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汉地也经常用的一个呃公案吧。但是这个公案的一些呃故事情节呢，就是稍微有所这个不同的。那么啊，这个呃呃公安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出自当时是一个松草的这个故事啊。 啊，宋朝的一个呃法师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文同会，呃，他呢就是小的时候呢就是当这个沙弥，呃，后来呢，呃，因为那个寺院里面就是经常那个洗盆呐、啊、洗碗呐，就是这样做一些这个呃这个发心啊，在发心的时候呢，当时可能呃有一个人呢，就是把什么这个呃不不不干净的什么。 就是放在哪里，就是以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开始，呃，他不满，就是以这个原因，就是打到他的头上。结果呢，呃，就是可能这也是夜里现前吧，就是很快就在他的手下呢，就是已经这个丧命了啊，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啊，这个呃和尚呢，就是也特别害怕，就是当时发生在一个，好像这个呃是叫什么白白云寺啊，就是是应该就是河南那边的吧。 然后他就就离开了，就是到这个呃五台山啊，就是五五台山那边去了。五台山这叫做这一个中城市还是什么？然后在那里呢，呃，就是可能就是待了这个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以后呢，有些历史上说是他后来已经开悟了，有些就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是在那里呢，就是当一个大方丈。大方丈的时候，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呢，呃，他跟那个这些下面的这个弟子啊啊，下面的弟子呢，就是说我二十年前的一些。 呃，这个姻缘呢，就是一桩光啊，那就是会今天聊的，啊，就今天呢，就是会会这个现前的啊。那么今天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们最好不要动，也不要这个说，就是应该呢，让他这个随缘而去。那么之后呢？ 啊，就是他一直就是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等着，啊，一直这个寺院里面等着。在,在等的时候呢，就是过过一会儿的时候，就是来一些那个呃，这个将呃，就来一些军人，就是有一个将军呢，就是带着一些军，就是呃，就是军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兵呢，就是他看见那个法师啊，他看见法师的时候呢，呃，就莫名其妙的就是特别生气，就是向他进行射箭啊，就准备这个射。 见后来呢，就是呃，就当当时这个身边的人呢，在在劝阻下，就已经这个放下了。他放下了以后呢，呃，他也就自己觉得有点这个喜悦，就他说我为什么是看见你啊？就是这个呃，嗔恒心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发起来。而且呢，呃，很想就是杀掉你，就是什么这个原因？最后这个老和尚呢，啊，就说道。 啊，老和尚呢，就是说到是，呃，就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应该这个清楚，啊，就我们前世呢，就是有这个恶缘，啊，就前世有恶缘，呃，当时那个孝兵就是说，呃，那我为什么我想不起来？我不知道。他说你因为过了那样事，就是忘了，就是我没有过那样事。在一世当中呢，我还是这个记得清楚。然后呢，呃，就，呃，他就开始呃讲啊，啊，就是讲那个说这个，呃，这个。 呃，钱债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什么啊？就钱债呢，呃，就是要这个还钱；钱敏呢，就是要这个还命。那么，啊，这个你也现在呢，就是应该就是可以放数啊。 啊，就是不需要，就是怀疑，就是可以，就是想杀我。但是这样一说的时候呢，他也，呃，并没有这个杀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和尚就给他讲了，就是他们这个前世的这个经过，因为他的这个前世吧，就是老和尚是这这一这意思，也不算是老和尚吧，就是这个方丈。那么后来呢，啊，就是最后要求他呢，就是你最好就是杀掉我，就是我以前这个杀过你。那么啊。 听到这个和尚的开示以后，他从内心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有一些这个正悟了。有一些正悟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这个杀，而且呢，就是他送了一个汉地很出名的啊，什么这个呃，冤冤相报或是你要劫劫相残，其呃呃愕然啊，就呃不如于斯呃什么不如于斯俱皆是，如今你地往西天啊，就如今你地往西天，呃，就他就就。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个送子，意思就是说呢，圆圆相包的话，那没有必要；就是合适才能尿啊，节节相称，就是一就是生生世世，就是互相这个缠着的话，那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偶然的一件事情啊！就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一直这个缠着你的话，那就那跟这个前世是有一点这个关系，那不如今天呢，就是跟这个法师呢，就是把我们原原来的这个。 就这种冤仇啊，就是一直这个化解了。我现在呢，就是逆地而化。就然后他就说完了以后，这位这个呃军人的话呢，也是确实是个逆根者吧，就是当下呢就是逆地而化。逆地而化以后呢，那么这个。 呃，就是这位这个刚才那个呃，就是什么这个文文什么呃文同辉法师呢，就是把他啊这个呃什么剃度啊，就可能尸体啊，就是他的这个尸体剃度啊啊，更啊、呃，就更衣啊就换衣啊，还有这个呃呃就是呃然后呢就是呃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呃。 就是那个发誓，他自己也做了一个祭诵，但这个他的祭诵的意义呢，我不是特别的，呃，能能解释。他说了什么呢？就是三十二，什么三十三年漂不当做了几番模样啊？就是三十三年漂荡啊，做了几番面。随之近日，项羽确实在，呃，在前边爱。 变账吧，就是变账啊！大概意思就是，我在这个人生三十三年当中呢，就是漂泊，就是已经做了几次的这种啊，这个模样。谁知道今天呢，就是呃，就是已经遇到了，就是以前这个杀害过的这个人呢啊！然后呢，就在眼前呢，就是可能变卦了，就是不需要再相向这个冤冤相报了。就是今天那么长那么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的话，那就是互相把我们这个前世的这个呃这种呃这个恶缘呢。 就是就尿了,了，就然后说完了，就说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写完了这个寄送以后呢，放下笔就是作作画了，就是呃，然后而这个愿极了啊，所以呃，从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也可以我们这个看出了啊，就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前世的这种怨呢，有些人呢就是看见以后的是非常这个生气啊，有些人呢寄生当中无缘无故的，就是呃，就是别人就是对你这个受害啊。 啊，就现在实际上的很多在家人的，就经常说是啊，我签是签了你，呃，经常吵架的时候也是经常说是，呃，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只有认了，我签是签了你，呃。 呃，真的也可以这么说吧。就如果无缘无缘无缘无故当中，真的是害你的话，那就其实当中你没有做过什么这个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呢，那就是他一直是对你这个危害，或者说是对你这个呃这这样的这个侮辱的话，那就是也许可能跟这个牵涉啊，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我们在这个明眼当中也好，事件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承认，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范夫人，我想我这里应该。 有的，不仅是我们这个反否认，就是即使神者的话呢，就是也会，呃，就是在现象上是有这个干数过保的这个情况啊，即便是断除一切业障。 我们的佛陀和阿罗汉啊，就是也尚且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更何况说我们这些的波地凡夫啊？我们这些人呢，啊，就是真的是没有必要，就是说大话，就是我不受这个业力的限制，我造恶业，随随便便了，抽烟呐、喝酒啊，造这个杀生呐等等，就是这样，啊。的确就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呢，啊，有些人是没有。 没有证件，就是他愚蠢而做的。呃，如果稍微呃有有智慧的话呢，我相信也是是不会的啊。我相信也是不会的。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稍微懂法律的人呢，就是他不可能这个轻易就是杀人啊，就不可能轻易杀人。但是不懂这个法律的，也无所谓的那种愚者的话呢，他在这个实践当中也是呃，就是做很多就是无聊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呃，这个佛陀的公、啊、这个故案了啊，就是这个故案呢，就是其实《曾义曾益阿汉经》里面呢，就是呃也有这个呃就详细的这个，还有呢就是呃我们这个《法句譬喻经》里面也有这个故事啊。就看我们这里《华智仁母亲用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前这个未设城的帕杰波国王，帕杰波是指的是奴隶王国王，那么他呢就是率领军队就是向那个释迦族，当时呢就是呃就是。 呃，这假比如那个挪威国的那个释迦族啊，就是释迦族呢居住的地方，就是就举行进攻。那么当时就是残暴呃杀戮了多少呢？八万个这个释迦族的人啊，八万个释迦族的人。那么与同时呢，就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啊，就是当时，当时你们都知道那个公案里面已经讲了，就是呃，真正那个呃，就是牛利王的这个军队来的时候呢，就是佛陀都是已经去了三次，就是劝阻啊，就最后的话呢，就是没办法的，后来。 在那个阿罗汉也是去这个劝，但后来实在是是没办法的，最后呢就是发生这个战争。发生战争的时候呢，释迦族的就是八万个这个军呢，就是当下就已经灭了，就是当下就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前世的因缘是什么样呢？啊，就佛陀就告诉了这个众弟子啊，就众弟子问，就是这是什么因缘？为什么今天呢？就是恰好释迦族的这么多的人呢，全部都已经死了，而且刚好在这个时候，佛陀尼呢也是这个事先就是头痛啊，就是当天这个。 佛陀已经成佛了，但是他。 后呢，就是特别痛，被须弥山压着一样的，就是还这个用石头就是扎着一样的，特别的这种痛啊！啊，就这是什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呃弟子的思就是不理解，就是佛陀都已经断除了一切这个烦恼和业障痛苦的，怎么成佛以后还实现这个圣变呢？这是什么原因？然后佛陀就讲述了这个呃这个王羲的这个因缘。他说王羲世家族的人呢，就是当这个渔夫啊，就是在河边呢，就是当时有些公安当中也。 不是这样讲的嘛？啊，就是出现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饥荒。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整个人们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斤黄金跟一斤这个米呢，就是是同等的啊。就人们特别受受饥饿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就是就跟着黄金跟那个粮食呢，就是同等的，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大多数都是变成这个渔夫，就是在河边呢，就是天天的是捞鱼，就是打鱼，就是捕鱼,鱼，捕了就是大量的这个鱼类而食用。有一天。 的时候呢，他们扑扑到了，就是两条大鱼，没有立即撒，就把它们呢系在柱子上。然后那两条大鱼的话呢，他们就因为离开了这个穗啊，就是在这个干地呢，就是辗转反跳。他们就不禁暗想，就是他们自己就是那些鱼的话，呢，虽然是动物，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心里面就是这样这个思维。他们啊，就是像我们呢。 这个没有啊，无辜的，就是遭到这些人的杀害。但愿将来我们也是无辜的，这个杀害的。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渔民呢、啊，看到一些，呃，这个市场上那个杀，就是天天的是杀生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也很可怜的。将来都是他们是自己是地地缘的这种材料，就是自自己是天天的是被这个所杀的。有时候看起来，这些人跟那个所杀的众生比较起来，好像这个这些人更可怜。 因为这些人的话，呢，以后用自自己的生命呢，就是在在相换的；而所杀的这些众生呢，可能一次两次就他的这个呃痛苦呢，已经这个结束了，就是又又这样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呃，他们就想，但愿我们将来就是无辜的，就是杀害他们啊，无辜的一次一过，两条大鱼呢，就是转转生为破解宝的。当时这个国王啊，就是也是牛力王，还有他的，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嗯什么这个马拉诺，就是大臣。 啊，就马拉那大城，就是他叫做是海姆大臣。那么索萨的其他的鱼类转身为，呃，就是他二人的这个军队啊，就是这两位牛力王和他们的这个军队。今天他们，呃，将施家族的人呢，就是全部斩尽杀绝。我当时糊涂，他他这样说的。我当时出身为一位，呃，这个渔夫的这个小孩啊，就是说是八岁的，就是是当时可能最调皮的，就是渔夫的一个孩子，就是八岁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小孩。 看到那两条鱼呢？呃，就是甘肃无量啊，无边的这个痛苦啊，难以忍受的。呃，然后甘草的这种苦辗转。 就是翻翻条的清晰以后呢，禁不住的就开始笑了起来。就看见这两个月，就是就一直这个翻身呢、啊，跳来跳去。就有些有些呃，就是公安里面就是说是在海边，就是扔在那个呃干干草的那个沙沙沙沙,沙漠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些大鱼肯定在在那儿这个呃，就是呃就辗转反身呢、啊。就是然后看见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就是觉得很可笑，就是然后笑了。因为这个夜里的话。 那就是干到这个今天呢，就是头痛啊，就是这这些假设我现在还没有获得这样的圆满功德的这个佛果的话呢，那么今天也是被这个帕奇博的国王的军队啊啊，就是会会杀绝的，会杀害的，呃，会杀死的，就会杀死的。所以佛陀呢，就是虽然是就是获得佛果呢，就是当时这种业力啊，就是也会感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那个呃，我们有时候。 随喜别人这个杀生了啊，随喜别人杀生、啊。我的经常这个记忆是很深的。当时那个旧窑要发生的时候呢，我听说是有好几个单位的有些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就开始啊，可以可以可以。 个美国就应该这样，就是睡习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呃，虽然是一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看佛陀也是在阴地的时候看见别人受苦的时候笑一笑而已，但最后成佛的时候也是干出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看见就是别人这个杀生的这种这个睡系啊、赞叹呐、啊，或者说是从内心当中就是做的。我为什么说是我本人呢、啊？有时候真的觉得是肯定业力是很深重的，在五十以来的轮回当中是肯定不管是这个杀到。 以往就是什么这个呃欺与亡与啊，就邪见呢，呃害心成心什么样的这个业都是可能这个造过的啊，就不说是来自生生世世，就是我从小到这个现在自己能想得起的一些这个业的话，那就还是造的就是非常多的呃，所以呢，现在就是不赶紧这个忏悔，那就是有时候真的就不一定就是来得及啊啊，就是一定要啊，就是觉得这个忏悔，所以佛陀呢啊，就是呃甘肃的这种这个过。 报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佛经里面，比如说那个佛说那个心经心机呢，就是佛说心经心机里面呢，佛陀就是还甘肃的这个过报的啊一些公案那就是也是比较啊比较多的，就是以前佛陀啊变成一个叫做孙陀利啊，就是呃不是变佛陀变成那个孙陀罗孙陀利基尼呢，就是当时也是诽谤这个佛陀啊，就诽谤佛陀，就因为孙陀利基尼呢，他。是。 树下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呃喜欢的人，就是后来呢，就是在佛陀就建立三团以后，就全部都纷纷去这个出家。然后这种行为很不满。后来呃外道呢也看见，就是佛法这个比较兴盛的时候，开始利用这个妓女，利用妓女呢就是让他到处这个传播，就是说啊这个佛陀跟我有关系啊。然后就是我开始这个怀孕啦，就是当当，然后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就说到这个国王那里去了。国王呢就是准备。 专门派派人来这个调查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啊，就是歪道有点害怕了，就然后首先他们把那个妓女就是杀了。那杀了以后呢，就觉得是可能这个消息的来源就断了，就是可能好一点。但后来就是国王呢，就是也再次的这个细微就是调查的时候呢，原来是这是这个歪道跟这个妓女呢，就是一起就是搞来的这种一种这个诽谤和谣言。后来就是佛陀呢，就是说是这是呃我这个以前呢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好像是呃呃有一。 因为这个什么啊，就是有有有一个人呢，就是当时也是跟一个妓女的。 呃，也是一个妓女呢，就是跟这个，好像他杀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尸体扔在一个杜鹃那里，就是以这个因缘呢，啊，就是以这个因缘呢，我称呼以后呢，还受这种这个过报啊，就受这种过报。还有我们看以前也讲过吧，就是佛陀呃和还有五百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在九十天当中呢，就是食用那个呃食用妈妈啊，就是就是妈那个所说的这种这个使用啊啊，就是频。那这个原因呢？ 的话呢，就是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位如来这个出世的时候呢，呃，就是当时一个婆罗门呢，就是看见就是如来这个因功，升起嫉妒心，升起嫉妒心呢，就是开始有骂他们，就是这些沙门光头的话，呢，就是不如吃这个妈妈好，就是然后呃要求呢，就让自己树下的五百个人，那就是要说这句话啊，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佛陀和阿罗汉成成就以后呢，就是还敢说这个过报的，还有以前那个呃 什么呃多设这个多设童女啊？多设童女呢？我不知道以前见过没有？就是他就是当时也是就是故意就是诽谤这个佛陀，然后他自己的肚子上呢就是呃就是呃特别大的一个盆子，就是然后用那个呃用用绳索呢就是把他这个缠起来，然后给很多人呢就是说是佛陀跟我有关系，我已经怀孕了，马上要生孩子了，需要酥油啊，需要什么这个奶奶子啊，就是到处去那个呃去。 要一些那个视频呢，要一些视频。呢。后来这种行为的话呢，电视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老鼠，就是然后就是就就渐渐的，就是进到他的这个衣服里面，就是然后把那个线呢就是咬断了，然后突然呢，就是把那个喷子已经掉在那个呃地上了，就是很很多人呢，就是当时这个有些佛教徒呢，就是讥笑说，好，你的这个孩子已经就是生下来了，就是多睡些。 其实这个这个因缘呢，就是佛陀，也就是说了，就是这是他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呃什么那个呃叫金身如来吧，就金身如来出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呃有一个比丘叫做是这个无生，一个比丘呢就是叫做是常幻。然后常幻和比丘呃常幻和呃这个无生比丘的话，呢，就是经常有一个叫做是善幻的这个女的施主。然后这个施主呢，呃就是因为对那个无生比丘呢，他断除烦恼的人， 经常去供养他，而这个常往呢，就是有烦恼的人，就是经常得不到供养。后来呢，他就生气，就是很。 不好的这种念头，就是开始进行这个诽谤啊，就是说是这个呃三幻跟无生呢，就是有如何如何的不清近的这个关系啊。然后以这样的这个诽谤呢，就是即使佛陀说我已经这个成佛了以后呢，还会受到这个别人的诽谤。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的确也是有时候呃，不管是这个诽谤也好，或者说是别人的一些无缘无故的一种对你的这个危害啊，这些都是是基层当中也许根本你想不起来，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这个。 抽烟啊，就有一些抽烟，就是，但是呢，呃，跟这个前世是肯定是有因的、有缘的啊。这样的这个因果呢，对我们呃，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是一定要一要这个明白啊，一定要明白。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对那个呃，这个所有的这些弟子啊，就是谆谆教诲。 确实，每次都是讲一些这个业英国方面的一些神圣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很长时间呢，就是心里面的事，就是这种这个善性呢，一直这个会当着以这个影响的话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啊，不管是遇到就是文远也好，孙远也好，什么事情都是哦，知道是是前世的意啊，就是应该有自己自然而然就是像出这样的这种啊这个事情啊，就像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我们这里还有这个此外。 那就是佛陀的这个叫声啊，刺入那个，呃，什么呃，这个江贤母啊，就江贤母刺，就是呃，这个是也是这个以前做菩萨的时候杀害这个端毛杀这个杀掉端毛黑人的这个业报。 但是有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不一定，呃，不是端毛黑人的，就是另一个上上主，就是呃，说是佛陀跟那个呃，佛陀跟什么啊？就佛陀在印地的时候呢，也变成一个商人，然后另外一个商人呢，各自带五百个呃，五百呃，五百个人呢，就是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报，结果到了那里以后，什么字句和。 就是宝珠都得到，然后一个商人呢就是愿意回来，一个商人呢就是不愿意回来。呃，后来呢，呃，就是一个天女呢就是说是你们尽快回去，不然的话七天以后呢会出现这个呃这种这个碎灾，就是整个这个宝珠呢全部会淹没。然后另一个人呢啊就不愿意，就是后来一个魔女就是出现呢，就是说是不会出现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刚才想回来的那个人呢，就是他把船只啊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呢，呃，过了七天以后，果然真正这个出现水灾。出现水灾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财宝就是放在船里面，就准备逃脱的时候，另一个人呢不放，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就是打架，互相打架呢，就是后来就是呃用这个什么短矛就是杀害了一个人，短矛杀害一个人，其实杀就是杀害他的人呢，就是是现在的这个佛陀啊啊。后来在很多身世当中呢，就是概述这个过包，后来得到。 成佛的时候，最后也是，呃，不是当时一个经济术呢，就是一直是跟着这个佛陀啊，啊，就是佛陀跑到三十三天人间到处都去的话，那那个吃一直是跟着，后来就是不得不吃入那个佛的这个脚底啊，就是当时佛陀都是要求他们所有的弟子全部啊这个离开，不然的话，那他们的就接受不了。呃，所有的弟子离开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吃啊，木片的话，那就是飞到这个上这个佛陀的这个脚掌，就脚脚底下，就是出现血。 然后后来就是有些阿罗汉看见的时候都是已经这个昏厥了。后来佛陀就是说是这是我这个前世呢，就是因为这个呃用这个端毛就是杀人，以这个杀人的过保的话呢，我臣服以后呢还会这样的这个感受，就是这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奇怪的。 所以，我们呃，真的这个，即使佛陀啊，就是端正功德圆满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是干数过报啊。当然是有些经典里面说是这是了语不了，有各种这个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我们暂且不谈，就是没有必要，不是我们的这个信经。佛陀确实在历史上呢，就是也实现生病，也实现呢，就是干数这样的这种啊，这个啊，疾病呢，还有佛陀什么那个呃，他的那个呃呃什么。 就呃，嗯，这个什么那个。 估计就是也是这个疼痛啊啊，估计疼痛的话，那也是跟那个前世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一直是这个呃就不报恩，就是后来故意给他下那个废药，就是下不好的药。然后这个而死了的原因呢，就是后来佛陀也是这个身体就是骨节疼痛啊，有很多这个公案呢、啊，有有很多公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这个人造什么样的业呢？就是他的这个过呢，就是跟这个过做的。 中子一模一样的，好像在《阿汉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唯有积其善，随人之所，随人之所，呃，喜啊，就随人之所喜，呃，如此，呃。 中五谷啊，就五谷就是我们这个粮食的这个五谷啊啊，就说各和气过是，呃，就是意思说，呃，这个造的三业也好，造的恶业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人的气息当中，就是会出现的，一定会是感受这个过报的，就像我们人们呢，就是。 种了这个五谷的这种粮食，五谷的粮食的话呢，那么它出现的这个呃这个过失呢，不可能会混的啊，不可能混在一起。你种的那个豌豆，就是它出现那个呃什么麦啊、玉米啊，就是就不可能的。呃，所以你造的这种三野。 的话呢，它不可能就是出现一种痛苦。你造的恶业的话，呢，不可能出现一种这个快乐。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一造恶业的时候特别可怕啊？这个人很可怜的，以后肯定会感受痛苦的。呃，一造善业的时候呢，看见到的时候很很欢喜。为什么呢？哦，就是这个善业是一个好的种子，肯定会感受这个快乐的过往所以这一点呢，每个人的一定要有一个因果的这种深深观念。科头上说了没有什么用的，实际上从你的。 心理上、行为上一定要有一种这个驱舍的这种呃这个呃观念啊，就驱取的这种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类啊，有时候是是一个颠倒的社会，呃，就是确实很可怕的。看到大城市里面的人，人人都是为了自我，为了。<laughs> 为了自己而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的话呢，那将来就是过报成熟的时候是，呃，非常这个可怕。好，这方面呢，就是希望，呃，在座的各位也应该，呃，时时刻刻就是不得不谨慎。今天，今天讲到这里，是不是我也感受过报了、嗯？嗯